我画，我画画画，我画我画，我继续画。哎，从这里进去，走到这里，我看这个迷宫你怎么走？我也画画画画画，你也出不去了吧？我能出去。那我也能出去。来吧，展示，拿走拿走。你走一个试试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出去我给你设置的迷宫。哎，哎。走进去，那你也走出去。哈哈，我要把你画的给它擦掉。哎，小鸟出去玩回不去家了。可是这有五条路，该走哪一条啊？咦，应该是这一条吧？从这里走。哎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这太简单了吧？你别往东才走，后面还有一道图的。哦，原来这个是两面都可以找的呀，那还不简单？小蜜蜂从这里出发，然后经过这里，往前一直走，躲开石头。出去了，出去了。还有更难的呢，这是可观迷宫专注力训练。一共有80多页了，6大主题，反正面都可以玩。来吧，这个薯条你能走出去吗？哎，这个薯条迷宫也太难了吧？你们敢走出去吗？